和男粉丝大哥挑战憋气。回看了大哥第一次和我挑战憋气的时候，是在2年前，他憋了1分25秒，也就是85秒。认识他刚好2年整，一起看看他状态不好的情况下能憋多久吧。30秒了，60秒了。100秒了。2分01秒，也就是121秒，提升了36秒。他状态好的话是不止36秒的，等他状态好了再挑战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，拜拜。